呢分为两块公路，下面那个呢叫劳亚公路，前面那个呢叫高瓦纳公路，中间呢隔着一条古地中海。在当时呢，这些古老的爬行动物呢就生活在这样的一颗星球上。而两边的那个湖江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从最开始的鱼类登陆，然后逐步演化。中间这个大闪电呢，代表了6600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那场大灾难。我们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之后呢，我们这边走来看一下脊椎动物的早期演化。而我们脊椎动物呢是内骨骼，也就是肉包骨，我们的骨头在身体里面呢，我们看不到的。胡脊椎动物的神经呢分布在腹部，在肚皮这块，而咱们牛脊椎动物的神经分布在背部，这个呢是区别。我们看这个呢，我们这边走看一下这个生物界的第一次大纪元。最早啊出现在这个水里的动物呢，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？小鱼是吧？但是不能叫小鱼，它呢只能称之为鱼形动物，就是小鱼形状的动物。那为什么不能叫小鱼呢？因为啊它呀没有下颌颌，它呢是无颌类，它是没有上下颌的。因为陆地的面积变多，海洋的面积变小，导致呢这些原住在海里面的居民呢，他们只能要被迫登陆到地面上，因为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。最早登陆的呢是裸蕨类植物，是蕨类植物啊。植物登陆到地面上，为什么植物先登陆呢？它们呢算是先行军，它们先登陆到地面上之后，为后面的动物登陆提供了氧气，提供了食物。当时呢地球已经有最原始的大气层了，当时地球的含氧量它就像葡萄，它上岸呢可以拿着那口直接慢慢往上爬，所以呢它有一个优先权了。这就导致这个种鳍鱼这个大类，这肉鳍鱼大类，它们的登陆就成功了。现在的一些有现成种叫毛尾鱼，也是肉鳍鱼类的。它们登到地面上之后呢，其实它还是鱼的状态，也不能在地面上生活很长的时间，它只能从这个淡水坑里边还爬出来，爬到那个水坑里面。这个是上下颌的出现，解决了什么呀？解决了吃的问题，它们的捕食效率变高了。第二次飞跃呢，就是羊膜卵的出现。羊膜卵，我们看那个构造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像什么呀？有个壳，里边有青，然后有黄，什么呀？是一枚蛋，对吧？羊膜卵就是蛋，它呢是生物界的第二次大飞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羊膜卵之后，再繁育后代就不会回到水里去了，就已经变成真正的陆生生物了。而有羊膜的生物才是能被称之为陆生生物。像我们也有羊膜，我们一般就是说羊水破了，生孩子是羊水破的，其实是羊膜破了，然后羊水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蛋的构造啊，羊膜卵的构造。羊膜囊里面呢包着胚胎，这个羊水呀、啊、这个是错了，羊水应该在羊膜囊里面，就跟一个小水盆一样拖着这个胚胎，让它有一个最原始的水环境。然后这个卵黄呢是给胚胎提供营养的，胚胎的排泄物呢排在尿膜里。这个外面这个一大片的蓝色呢是蛋清，就是也算是保护胚胎的一个缓冲的作用。如果这个蛋包掉下去了，然后里面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直接就撞碎撞到壳上了，有这个之后有一个缓冲保护的作用。外面这个壳呢就是最厚的一层防线了，保护这个胚胎。有了羊膜卵之后再繁育后代就不用回到水里了。看见那个趴在树上那是什么呀？蜻蜓。咱们现在蜻蜓有这么大吗？没有吧。一步一步来看啊。首先呢我们看这个规则的花纹，这是怎么出现的呢？当时啊石炭纪，说漏了，给大家考个问题的。这个叫石炭纪啊，为什么叫石炭纪呢？当时这个石炭纪啊出现的那些都是高大的蕨类植物。蕨类植物呢和咱们现在树不一样，咱们现在树呢树枝一般是长在树的上半部分，它不一样，它哪儿都可以长。长完之后呢脱落了，留下的伤疤就是我们要看到以前的杨树，那个树枝脱落形成那个是吃肉的。所以当时这么大，如果咱们要是不小心穿到石炭纪碰这个大蜻蜓，很危险啊，很危险，它吃肉的。我们看这个，那么这边走来，这是一个猜想啊，大家推测一下，可能是因为恐龙出现了，一些大型的植食性恐龙把这些植物都吃了，然后导致呢就没法形成那么多的酶了。当然这个不是结论，这是一个推测，具体的原因还不
吧。我们再往前走，看一下这个煤层，已经变成可怜的一条了。这个呢，就是白垩纪的时期的煤层，就已经非常的少了。但是呢，它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旁边这条银白色的线。大家猜一下，这银白色的线是什么呀？等一下猜不到，看有没有观众能知道。有哺乳动物的特征，又有爬行动物的特征。发现了它呢，就可以知道一部分的哺乳动物是可能是由爬行动物进化过来的。爬行动物有一部分可以进化成哺乳动物。后面我们再说恐龙进化成了什么。我们先等大家数一下，从那边到这边总共有九条小腿之手。然后当时科学家推测呀，可能是当时他们九个在一起玩的时候突然发生一场灾难，就是火山喷发，然后直接把他们九个都埋在里面了，然后直接的选中一块完整的化石。我们看这个呢，里边这个呢是吃肉的，当然小朋友猜得很对，它又不是吃肉的，它是吃素的，里边这是吃肉的。那怎么分辨恐龙吃什么呢？我们看啊，肉食的恐龙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，像匕首一样，而且呢比较长比较锋利。而植食性恐龙呢，它的牙齿呢比较小比较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需要用它这个比较小比较密的牙齿啊去磨碎那些植物的根茎。而那些肉食性恐龙呢，它的牙齿需要锋利，这样呢可以刺穿肌肉组织。所以呢，这是可以看出来，通过牙能看出这个恐龙吃什么的。我们里边这个龙呢叫上游永川龙，是我们在修上游水库中发现的。它呢，很多朋友都说长得像霸王龙啊，但其实呢，它比霸王龙早出现了7000到8000万年，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。那怎么分辨它的霸王龙呢？长得很像，但是也有区别。我们看啊，永川龙的前肢有几个手指呀？有三个。而且呢，前肢能够到下巴吗？可以，已经算是可以够到下巴了。霸王龙呢不一样，霸王龙的前肢呢手指都已经退化了，只剩俩了。而且呢，它的前肢特别的短，是这个样子的，是根本够不到下巴的。而永川龙呢是这个样子，它是可以够到下巴的，这个呢也是区别。然后我们再看它打架的这个，跟它打架的这个，它捕食的这个呢，它呢是什么龙啊？大家知道吗？身上有对背板的是剑龙，它呢是剑龙这家族里边大明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它叫多背棘沱江龙。大家说怎么报个号就是大明星了？因为呢，它是剑龙大家族中背板数量最多的，总共呢有15对背板，两对尾刺和一对尖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这个背板是干什么用的？战场打架用的举手，一票，还有吗？两票，三票，四赞成降温的举手，特别体温的，一票，两票，三票，四票，降温的，降温的，五票，赞成没有用的举手，现在装饰用的，哦，装饰用的啊，也有一票啊，这个呀可不能打架。为什么呢？它呀跟我们刚才说的异食龙背盘一样，上面有很多龙吸血管，所以如果打架破了就容易失血过多就死了。那它干什么用的呀？调节体温的。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节体温的，当然也可能会有装饰和求偶的作用，但是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节体温的。怎么调节呢？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呀，上面分布了很多的龙吸血管，等于呢它背了15对太阳能板。当天冷的时候呢，它会挪动自己这个大身体。
吃黄焖龙米饭，我们都吃恐龙了，以后出去说我吃过恐龙啊，你说为什么呀？说恐龙进化成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啊。我们看完这个，那么这边化石发掘，其实我们不是能每次都发掘出完整的恐龙骨化石，完整的化石，我们都会发现一部分，然后剩一部分用石膏来给它做一个补全。但是我们在听你们这个版本恐龙，今天版本恐龙，它的真骨率达到了90%。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，是我们的镇馆之宝。我们再说回它啊，我们刚才脑袋在那儿呢，特别的幸好，身体这么大，所以呢它反应比较迟缓，就比较笨。100分钟，1个小时，100分钟是1个小时40分钟，1个小时60分钟，还有吗？10分钟，刚才饿死了。就是早上6点吃口饭，10点才吃到位，就是早饭期间变不慢了。但是后来呢，科学家就研究啊，觉得这4小时啊太离谱了。你想咱们人类是吃一口饭10秒，如果10秒没有进到胃，那就是噎得慌。他只要4个小时就噎死了。后来科学家呢又进行了研究，最后呢跟结论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就已经能吃到位了，但是时间也非常的长了。而且啊，这个满门幸福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啊，我们看它这个尾巴。它这个尾巴呀，其实呢，它是扬不了这么高的。但是为什么在管里面它扬起来呢？因为啊，后边腾地儿，因为实在是没有地儿了。但是呢，它本身呢，它是尾巴是扬不起来的，因为它的尾巴非常的沉。好，我们看完这个满门幸福呢，往这边走，往前走，看一下它右边，因为呀，它呢叫陆丰龙。大家说怎么又是一个报号了，就叫名为恐龙呢？它呢叫许氏陆丰龙，然后带了姓也不能说它就要记住它呀。它呢还有一个特别牛的名字，叫中华第一龙。这个名字是不是又大了呀？中华第一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呀，它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、挖掘、整理、装架的第一条恐龙。我们之前发现的恐龙需要老外来帮忙。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发现一个整容，就是来研究的，所以呢被称为中华第一龙。它的发现人是谁呢？是我们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顾的杨建教授。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是在1938年，当时的抗日呢，在抗日的烽火中发现。把自己熏死了。这种假说呢也能成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我们想，恐龙时代有很多的大型的，像满门幸福这样的大型的植食性恐龙，它们每天会吃到很多的植物，吃的多拉的多，所以呢它们的排的废气呢也比较多，可能呢就是因为它放的太多了，导致地球含氧量下降了，没有那么多氧气了，全给憋死了。当然倒是有可能啊，还是说可能什么呀？出现了被子植物，被子植物呢会开花，开花呢花里边什么呀？有花青素。